弟兄姊妹你们好，转眼间我们搬入这个哥伦事工中心 KMC 都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其实过去一年的里面，教会其实都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不过回望过去12个月，当我们看回上帝在这个 KMC 里面所做过的工作的话，我们的感觉就是的而且确 KMC 是上帝去祝福哥伦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记得一年之前的时候，当我们搬入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我们将星期五晚我们的小组全部搬入来。不过因为当时小组依然都是很多，场地都不足够，所以就迫使我们就将小组由本来只有星期五晚就延伸去到由星期一到星期六，每晚我们都会有小组了。其实这件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这样的做法是大大延伸了扩大了我们将来可以发展了更多的小组的一个空间。除了小组之外，其实我们都将很多的事工都搬了进来，譬如好似我哋將到我哋嘅青少年嘅小組搬咗入嚟啦，我哋嘅大學生嘅小組搬咗入嚟啦，咁啊仲有我哋唔同嘅訓練嘅課程啦、啟動課程啦，仲有唔同嘅部門嘅會議、唔同嘅部門嘅訓練，我哋都搬曬入嚟啦。Worship team 嘅練歌嘅場地都搬咗入嚟啦。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外展工作啊，我哋嘅Alpha Course 能夠可以咧開多幾圍。並且還有我們去針對父母需要的父母學堂，我們都在這裡來到開展。一時之間 KMC 就成為了哥倫來到發展事工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場地。去到三月的時候，我們就是因應著那個疫情越來越嚴峻，而很多的教會都要 lock down 了。 KMC 就在那段時候就發揮了一個我們之前從未想過的一個功能，就是它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我們網上這個製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錄影廠它幫助我們就是不單止去製作我們星期日朝頭早的那個的崇拜的聚會啦，每個禮拜其實兒童事工都有三條的短片來到幫助不同年紀的小朋友家裡面敬拜的，都是在這裡拍攝的。加上呢其實在這段時候我們都製作很多不同的視頻，我們盼望能夠在一個這樣的疫情的當中，我們仍然能夠可以將信息、將鼓勵、將安慰來帶到給我們的弟兄姊妹。所以呢 KMC 差不多呢每一個角落頭都已經成為了我們拍攝不同視頻、不同的 video program 的一個的角落了。其實呢回想回過去的時候呢，一年之前其實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還在苦惱究竟我們能不能夠找到 KMC 這些的一個這樣的地方，因為當時裡面我們就仍然在一個1500呎的一個很小的地方裡面運作，因為實在不夠用了，我們需要找一個更大的地方。但是我們能不能夠找到適合的地方呢？當時我們還在這裡地裡籌算著，但誰不知就在我們最 unexpected 的時間，神就將 KMC 這一塊地方來到擺在我們的眼前。於是我們就可以由一個1500呎的地方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7500呎的地方，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的時候，我們才有足夠的地方能夠可以應付到疫情之後這段的時間的需要。所以呢想回頭，我真的覺得這個真是上帝對於哥倫這個群體一個很合時的一個供應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這裡的時候，牧者就很想來肯定你一件事，就是過去的而且確神在 KMC 的裡面做了很多很大的工作，並且透過 KMC 來到祝福哥倫這個群體。我也很想來到肯定你，就是過去一年的裡面你對於 KMC 的支持上帝是大大地來到使用。所以到最後我也很希望繼續來到鼓勵大家，就是在未來的時間裡面繼續在禱告裡面來到去為 KMC 未來的發展來到禱告。同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繼續用你的資源來到支持 KMC 一路以來的發展，盼望我們在中間裡面能夠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事工來到 reach out 我們的社區，也都盼望這裡的地方能夠成為更多人的祝福，而更多人在這裡的地方裡面能夠可以遇見上帝並且得著福音的好處。